潮眼前，鄱阳湖长遭水患，险情不断。一日，观音菩萨云游到此，看到此处洪水汹涌，即将决堤，便慈悲下凡，帮助此地百姓渡过灾难。菩萨化身为一位老翁，来到县衙击鼓报官。堂下何人？小老儿乃一渔翁，预知三日后鄱阳湖必将决堤，洪灾泛滥，生灵涂炭，特来禀报大人，赶紧预防，救度百姓。哪来的刁民，妖言惑众，给我轰出去！县太爷见是个穷酸老头，便让衙役把他轰出了衙门。哎呦！这时有个叫汪典的书生刚好路过，连忙扶起菩萨。老人家，您没事吧？菩萨心想，这书生倒是好人，不如就让他行这次功德，救百姓于危难。年轻人，此地三日之后必有大水患，县太爷不管，你可愿管？读书人当以造福苍生为己任。老人家，我能做什么？三日后你将百姓引至渡口的船上，自会知晓。说完菩萨消失不见了。阴雨天气一直延续，洪水越来越大，万千百姓无处可去，哀嚎声一片。到了第三天，洪水已经淹到了房屋。危难之中，汪典按照三日前老者说的，急忙打夺召集乡亲。乡亲们，快跟着我走！汪典带领大家来到渡口，果然看见一艘大船停在岸边，渡口的水位上涨了数丈，但这船就像定在水上一样纹丝不动。汪典将乡亲们带到船上，洪水越涨越高，乡亲们都哭闹不止。这可如何是好啊，我们的家没了。大家不要怕，只要我们待在船上就不会有事。这时湖中心闪现一道耀眼的金光，观音菩萨乘一片莲叶浮于水上，向什么飘来。菩萨从净瓶中取出杨柳枝撒向洪水，风浪立马停止，洪水退去，百姓们这才反应过来，纷纷倒地跪拜。啊，原来是观世音菩萨呀！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南无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南无观世音菩萨。此次水患皆因尔等心中善念不足而起，尔等需诚心忏悔，行善积德，戒杀放生，皈依三宝，日后方能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。汪典，你心系百姓，日后必有福报。说完，菩萨便消失于茫茫湖面，只留下一片莲叶。洪水退后，当地百姓到处宣扬菩萨救度的故事，并捐款在湖中心建了一座观音岛，供奉菩萨乘坐莲叶消除水患时的法像。当地人纷纷弃恶从善，放生拜佛。此次水灾惊动了朝廷，县令被罢免。汪典两年后参加科考，一举考进殿试，高中探花，衣锦还乡。这次观世音菩萨的显化被人们称为一夜观音。